年轻时极为貌美的上世纪名媛有哪些？看完这组老照片，你就明白了，这张是亚历山德拉·费奥多罗夫娜和丈夫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合影，两人的颜值颇高，可见王室基因的强大性，难怪他们的子女的颜值会那么高。倩倩公主真的很美，她是奥地利帝国皇帝弗兰茨·约瑟夫一世的妻子，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，在嫁入皇室以后开始疯狂地追寻美貌，还给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的护肤、养发、美容、瘦身术等。这张是德国路易斯公主的唯美照，容貌清丽，气质高雅，微微一笑尽显倾城。德国路易斯公主是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的小女儿，在家中排行第七，备受家人的宠爱，是整个德国的掌上明珠。这张是越南末代皇后时尚装扮照，父亲阮有豪是当时越南的四大首富之一，丈夫是皇帝保大阮福铁，两人于1934年结为夫妻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